傻呢？就是整个女团一出来，眼前一亮，这个眼妆非常的夺人，哇，太漂亮了，高光时刻。一个团，你每个人都争奇斗艳，但是团差不多就散了。那这个底妆处理的挺让我失望的，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用思想去想好再去表达。如果我们是你们的化妆 leader， 马上打回从话。任何的职业都要有自己的底线。我要是被化成其中任意一个妆容，我应该会爆哭，真的看不下去了。我是觉得对于婚礼来说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特立独行，就是不应该是在这一天，因为这一天是要来。我今天呀，看到这个新娘绝对颠覆了我的认知。我会替新娘有一点不高兴。你的职业生涯就在此断送了。